應該用啊，用你這個手上的權力去鎮壓市民，知唔知道？掉翻轉頭，你哋有家人係咁樣待遇，你有何感想？知唔知道？希望你攞出良心，唔好違背良心去做事啊！啊，如果第日而家你做咗錯事，第日會有報應噶。啊，第日法律唔會放過任何一個人做壞事噶。希望你珍惜你哋噶。啊！嘅工作，維護治安，唔係鎮壓市民。希望你攞出良心啦，好唔好？多謝警察先生。OK。